确定了抓我？赵队长，他虽然做事鲁莽，但是黑龙商会欠钱在先，他也是被逼无奈。哎，舒言，要债没必要打人吧？他既然打了人，那做好蹲大牢的准备啊！啊，你先配合赵队长好好改造，我马上给你请律师。不用了，我跟他去一趟就行。带走。禀报大人，执法队赵子康把天师抓起来了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，带人随我营救天师。是。小子，老实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有人替我交代。小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你不就是上官家的一个小小的赘婿吗？落到了我的手里，你还指望着谁会来捞你？好一管事大的队长，张先生名正言顺讨债，到你这里却成了学校滋事，是非不分，竟敢抓人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是镇北王。